欢迎关注中国体育比赛传奇，一起为奥运健儿加油！北京时间八月三日，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以六比二、六比三横扫克罗地亚选手维基奇，夺取中国乃至亚洲历史上首枚奥运会个人网球金牌。外媒盛赞郑钦文夺金当之无愧，金牌来之不易。网球专家点评其打法聪明而积极。法新社在报道中提到，这是中国的第二枚奥运会网球金牌，之前还是二十年前的雅典奥运会。 上李婷和孙甜甜获得的女双金牌，二十一岁的郑钦文创造新纪录的罗兰加洛斯的菲利普夏迪埃球场，正是二零一一年李娜夺取法网大满贯冠,冠军的同一场地，这也是这项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法新社也注意到郑钦文的此次胜利来之不易。郑钦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无法形容此时我的心情，每一轮比赛对我都可谓超级困难。为了帮助我的国家摘得金牌，我倾尽了全力，我每场比赛都在奋斗。 为了国家比赛，我有一种特别的能量，从不言败。法新社还特别强调，郑钦文的决赛对手绝非一语之辈。在第三轮的比赛中，正是维基奇淘汰了世界排名第二美国代表团的开幕式女棋手高芙。美联社的文章指出，周六的菲利普下迪埃球场五星红旗招展，中文发出的加油此起彼伏。郑钦文把握住了机会，在发球胜赛局拿下了比赛。郑钦文的胜利来之不易，美联社特别提到。 郑钦文在半决赛中淘汰了女子网坛排名第一的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报道还点出了郑钦文的夺冠与中国网球运动传承的关系。报道坦言，这次的奥运摘金将会使郑钦文在老家成为真正的明星。之前进入了国际网球名人堂的李娜，是唯一获得大满贯单人项目的中国选手。李娜在2011年法网折桂和2014年澳网称霸，这无疑将给当时还在学习这项运动的孩子郑钦文带来激励。 路透社报道指出，郑钦文这枚金牌对中国是历史性的。该社记者在现场观察到，郑钦文决赛中在飞利浦下迪埃球场受到了大量中国球迷的热烈支持，而他也以沉着的表现做出了回应。虽然维基奇奋力拼搏，试图扭转局面，但郑钦文当之无愧的获得了他目前职业生涯的这场最大胜利。网球专家评价郑钦文的打法聪明而积极。作为专业度最高的新型体育媒体之一，《竞技网》两名专家讨论了郑钦文与 克罗地亚选手维基奇的这场决赛，詹姆斯·汉森首先回想起四分之一决赛当时对阵科贝尔，郑钦文陷入了一系列“月亮球”拉锯战。所谓“月亮球”，就是高吊球，这种球往往会迫使对手全力击球，而无法借助来球的速度。月亮球很容易演变为双方对打月亮球，都在等待对方先犯错。汉森认为，郑钦文明显从那场比赛中总结了经验。半决赛对阵世界第一斯瓦泰克，郑钦文利用高打重击的正手进攻。 来破坏对方发球后轻松得分的能力。而决赛面对维基奇，郑钦文使用了类似的战术，在某些时候利用更高、更慢的击球将球打出维基奇的击球区域，还有一些时候则将它支配到场地边缘。而从上旋的运用也增加了郑钦文攻击性击球的威力。郑钦文第一盘打出十二个制胜分，维基奇只有三个，这对胜负产生了关键影响。郑钦文的强力正手进攻令维基奇不断失误。 尤其是在他疲于奔命，试图用反手接应正手球时。此外，郑钦文知道维基奇的打法依赖于强有力的底线击球，维基奇需要尽量在第一或第二击中得分。对此，郑钦文在接发球和长球对击中使用了一些削球打法，迫使维基奇打出更多回合，继而也就越打越难受。竞技网另一名专家富特曼则指出，在第一盘打到四比二比分时，维基奇获得了一个破发点，这是全场比赛的一个关键时刻。 此时，郑钦文成功运用了今年一月澳网期间就展示过的聪明而积极的打法，一记大力击球，然后前压上网，打出一记维基奇只能勉强接住的高压截击。接下来，用一记轻巧的小球使维基奇望球兴叹。此球沉重打击了维基奇的士气，他沉下肩膀，目送球弹跳了两次。他很清楚自己错失了一次重要机会。这一年，维基奇在教练带领下，为提高自身抗打击能力下了苦功。 但显然他没能在这次重创之后找回自信。接下来，维基奇多次送分，让郑钦文以六比二顺利拿下首盘。从接连逆转美国选手纳瓦罗、德国老将科贝尔，到击败世界排名第一的波兰名将斯瓦泰克，中国姑娘郑钦文一路披荆斩棘，踏上了巴黎奥运会网球女子单打决赛战场，并最终横扫克罗地亚选手维基奇，为中国代表团斩获一枚意义非凡的金牌。郑钦文的出色表现不仅折服了中国粉丝。 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多家外媒发文盛赞郑钦文创造历史，Queen Wen 更是成为刷屏外网的热词。美国《Vogue 杂志网站八月四日刊发评论文章称，郑钦文超越了球场和时空的界限，创造了一段历史，这是中国在该项目上首夺奥运金牌。文章强调，郑钦文在争夺金牌的道路上表现的异常出色，他击败了世界排名第一的斯瓦泰克，后者在红土赛场上堪称大师级选手，赢得过四届法网冠军。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八月四日报道称，郑钦文的这枚金牌对于网球界和中国而言都堪称一个重大转折点时刻。郑钦文在罗兰加洛斯球场赢得的这份荣耀是中国网球自李娜以来最重大的胜利。二十一岁的郑钦文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抓住了机会，为中国赢得首枚奥运网球单打金牌。观众席上到处挥舞着中国国旗，赛场被中国球迷的热情所充盈。 郑钦文仿佛身在主场报道，还援引巴黎奥运会网球男单冠军德约科维奇的话表示：“郑钦文是网球运动当前最闪耀的明星之一。”美国 s p o r t s k i e d a 体育新闻网八月四日的报道提到，尽管赛程中郑钦文曾面临美国选手纳瓦罗的言论带来的争议，但郑钦文没有语言回击，而是以赛场上的优异表现作为回应。郑钦文拥有目前女选手中最有力的发球之一，并且勇于积极上网截击。 这是他成为当今世界网坛最具攻击性的选手之一。更重要的是，通过在西方运动员统治的体育项目中赢得金牌，郑钦文代表亚洲运动员证明了自己，有力地破除了欧美网球运动员可能存在的优越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三日报道称，当郑钦文最初参加巴黎奥运会时，没有人认为他是夺冠热门。然而，他将以中国历史上首位奥运会网球单打冠军的身份离开巴黎。 这是他年轻的职业生涯中的重大荣誉。在罗兰加洛斯的红土赛场上，面对克罗地亚选手维基奇，郑钦文展现了强大的实力，赢得了这场激烈的金牌争夺战。他经历了多次激烈对抗，挽救多个破发点，并牢牢抓住每个机会，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郑钦文，好样的！